年4月17号，郭台铭高举荣誉党员感谢状，为的就是党部发不出薪水，郭台铭当救火队，无锡借了4500万给国民党。不过郭台铭跟蓝营的交手扯到钱数不完。我5亿5000万买的这一副对联，后来我还是退给侯市长，我说呢，你要加上你自己治，当初台湾馆整个台北新北台北市馆跟台湾馆，他们募了大概通通10亿吧，我一个人就捐了6亿5000万。上海市婆郭台铭大撒币，只要蓝营开口，郭台铭超阿萨利，说捐就捐，就连高雄农特产订单，郭台铭也出手。高雄这个韩市长来了以后，对农产品那么热衷，400万到500万的员工在里面，我们大家就像 grouping 像统购一样。一年采购1000万公斤的超级大单，让一旁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超有面子。而且韩国瑜就职典礼上，郭台铭就捐500万买高雄农特产品，前前后后光是公开的加起来就超过10亿元。郭董为蓝营慷慨解囊，对国民党来说，郭台铭不只是摇钱树，更是一大卖点。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，郭台铭就跟着连胜文一起扫街。国民党立委造势场合，也可以看到郭董帮忙站台的身影，包括云林张立善、台中胡志强、高雄杨秋兴以及连胜文。郭台铭扫街出钱出力，郭董的那个人脉关系非常广嘛，蓝绿都有交情嘛。那至于政治现金捐多少，我看一定是跟郭董的交情的深浅而定嘛。捐多少钱看交情，但是蓝营多少人欠郭台铭人情，郭董不仅全记得。这回大选被国民党逼得要退让求全，也难怪郭台铭气到退党，不想再跟国民党有牵扯。三立新闻吴成斌、陈豪台北报道。